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2月2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17号。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就开始解答听众问题。喂，你好。喂。你好。师傅。啊。我妈妈突然又发病了，然后。是吧？就是他这种反复犯的过程，就是会不会就是消掉很多劫呀？消劫归消劫，但是受也折啊，折寿的，就是他过去，因为他过去啊，这些业障啊，在他心中翻腾啊，身上翻腾，你听得懂吗？身上翻腾。哎，所以你真的没想到。要抓紧啊！要抓紧，要抓紧念经的，明白吗？要抓紧啊！我们就是发现要好好的，就是修，一定会努力的。他都犯了好几次了。对呀、就发病。你记住我一句话，过去造的因啊，不是这么容易消的，明白吗？所以一个人不要随随便便造因啊，明白吗？师傅呀、他现在其实有活都能干，还挺清晰的。您能跟他说句话吗？他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一阵糊涂一阵清晰，您能跟他说句话吗？他身上有灵性啊，没关系的。我知道。你叫他。我知道。你好，卢台长，我是卢台长。哎呀，别瞎说话。你说师傅，我们会。师傅，我们会好好修的。我会的。你一会儿变卢台长了。卢台长。啊。你说你一定精进不退转。我一定精进不退转。啊。你不要往负面的想。啊。你到什么好吗？哎呀，感恩师傅，我真的没想到能打通。没关系的，他身上还那个人还在，他身上那个人还在，跟他捣蛋呢。哎呀，感恩师傅、我真的没想到能打通。你记住了，你妈妈，你妈妈呢？就是他一直在折磨你妈妈，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死嘛死不了的，但是弄他弄的嘞，这个样，明白吗？这个就是。是，其实师傅，我们是火，师傅，我们修行真的就是有一个特别精进的大护法在引领我们修行，也是特别发心被师傅弘扬，就是努力的修行。然后由于他吧，我希望妈妈能够更加努力，能够别有负面的心态，要坚定的修下去。台长，我咋修啊？他其实他是。我问你咋修啊？他其实业障挺重的。你记住了。他就是负面的心态。不要去跟任何通灵人有关系。你们就是追求通灵，所以才会你妈妈这样的，听得懂吗？是的，知道师傅。咋修？你叫你妈妈每天好好的念经，就这么修。叫她好好的脑子里想，每天要想100件善事。每天做一件善事，就往碗里放一颗豆，看看她一天能做几件善事，明白了吗？知道了，师傅。就这么修。感恩师傅。她现在就只能这么修。他身上这个灵性不把它去掉的话，他正常不了的，你明白吗？知道了，师傅。好了，好好念。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保佑他能够快点好吧。你记住，任何一个人自己造孽，对不对啊？造了这个业，对不对啊？业。人亡业都不亡，你想想看这个业多厉害，人死了这个业都不会亡的，所以就是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拼命的还债消业，那你才以后走掉了你都才不会有这个业跟着你啊，所以带业往生就是你这个业啊带在身上了，你
你走的时候这个业都在你身上，拖都拖不掉的，所以千万不要造业。所以一个人呢，在骂人的时候、打人的时候啊，作恶的时候，对人家不好啊，阴人家、搞人家的时候，他实际上这种业种下去了，他一定会长寿的，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师傅。我们2012年开始修的，一直会坚持下去的，任何困难我都不会放弃的，师傅，我会努力的。你放心，我和妈妈都是您的弟子。刚刚已经，然后我是刚刚给你妈妈已经加持过了，感恩师傅。你感恩师傅，你看他老实了吧？现在。现在老实了，对不对呀？对对对。刚刚还在狂呼乱叫，现在老实了。就是告诉你说，就是业呢，要靠自己来消掉，自己不消，那是啊，别人替你消业，那实际上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啊动因果。我教你方法，我可以给你加持，但是最主要还是靠自己。明白了吗？知道师傅。就是这样。明白了师傅。我们会努力的。好吗？好。师傅，我们的莲花没问题是不？我帮你妈妈看看吧。你妈妈。她是20196。2019。莲花倒还在。莲花在的话，那个灵性一定会走掉的，你好好念吧。好吧，我就感恩师傅。特别给你看的啊，今天不看图腾。明白吗？感恩师傅，师傅大慈大悲。我会好好努力的。好好了，谢谢师傅。这种病，灵性走掉就没事了。好了。师傅再见。再见，再见。感恩师傅。喂，你好。你好，台长。哎呦，我的妈！台长，打上台长电话，我放到我打不通台长电话。你还要？你看你整天打通电话，你还要说人家为什么人家打得通？你这个人呢？我想知道他的缘分而已，台长，好奇好奇。那你人家还想知道你跟台长的缘分呢？对不对？为什么你要打通呢？对不对啊？我做过台长的护法嘛，台长讲过，做过一点护法。护法就是电话接线员了。我问台长，跟我台的缘分，台长笑笑没有讲是什么意思啊？台长，我那天在梦中啊。不是，把电话给你啊，你笑笑没有讲是的，这种还是双方的弟兄。你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我手脑不好了，想不通了。台长。你昨天你到图腾节目，你说杨双江明呢，要会你有气，我这本来没有什么气了，会不会人说要到人了？那你自己搭搭自己的脉搏跳的有没有力量很重要。如果你的脉搏跳的没力量，说明你真的要有大问题。如果你的脉线很有力量，那你的心脏说明很有力量，你就死不了。听不懂啊？明白了。再帮我给几个洞，我梦里看到一张照片，下方写的1932，我看到照片的人被火烧，很痛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你看到了你的前世啊。1932年的时候，你肯定有一世啊，在那里啊，你看见一个人被火烧，说明你目睹了当时的现场啊。明白了吗？我就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是你烧人家，还是人家烧你，也不知道。明白。可能是人为烧烧掉。对呀，你看见了，你会很难过。那么也就是说，你当时承受的痛苦，所以你现在这个年龄你也要当心，明白吗？你也会承受一些痛苦，明白吗？明白了。我梦中看到一个人拿着很大的一个针，往一个人的耳朵去。拿针的人说耳朵感觉不对，我也拿针在对出的人耳朵刺了两下，看到那人有点痛，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也是刺两下，小胆，
就是你拿根针刺人家耳朵是不啦？没有，不是我是。开始我问的是另外一个人，但是他的耳朵，他讲他的耳朵长得不对。嗯、我看到我也拿针刺他，刺他。对呀、啊，你也刺他呀？拿根针是不啦、嗯？拿针啊？啊，针来了。哎，好了。整个耳朵全够。刺人家耳朵嘛，偏听偏信呀，这还不懂啊？嗯。这个人偏听偏信。这个人已经有一个人在你周围的有一个佛友或者是你一个亲戚朋友偏听偏信就是这样就是我修得不好了，跟你应该没太大关系对，没有关系，对，我以为我修得不好跑到下面去了暗不暗的环境暗不暗的我问的一个老女人，我带她的额头画小穴，带她的脖子量了有多大，我手里拿了200小刀，这个是不是我修得不好，打她跟她开刀？听不懂哎，你讲话听不懂。没有，我问的一个老人，我带她的额头用笔画小穴，带她的脖子量了有多大，我手里拿了200小刀。啊，应该你帮她动手术。应该你帮他动手术。这些梦，这些梦倒不是很坏的。应该你是在帮助别人，应该没什么道理。我也跑到下面去了，修得不好。帮同学问问题啊，太太，请师傅慈悲开示几个问题。师傅，修心如履薄冰，很容易修坑。师傅，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往那里？那你修偏修偏了，往往自己察觉不到自己修偏，仅是护持的开始。学看十善道呀，经常就是自己要注意十善业，学习佛法的十善业，你就知道自己修偏没修偏了。每天看一遍。对不对啊？众善奉行，是不是为人家还是为自己？你就知道修偏了嘛。如果为自己的话，你肯定修偏；你为别人的话，就不会修偏。明白了吗？明白了。嗯。台长，如果有师兄他修行，没有遇到那个心灵法门的要奉行，算不算修偏呢？是八万四千法门都很好的，并不代表一定要修心灵法门的。每个人的缘分不同，他修其他法门，他只要正心正念，一门精进，他也会成功的，明白吗？明白。比如说各位师兄不一用一法门，就是说修两个学两门法门，还是修别个法门，算不算是偏师傅？这等于就不算是偏吧？也不叫偏，这叫杂修，杂修。杂修嘛，就是修不好呀，修不好，哪一个法门都修不好。这个修修，那个修修，到最后嘛，不都会成为不了专家的呀。一个普通科医生什么病都能看，但是什么病都看不好。台长，一门精进，你是学到平静和用算方法不用算修偏吗？听不懂 啊听不懂。你好像一门精进啊，在听说学习一小门看一门精进，你是学到平静和用算方法不用算修偏吗？精进的话，好好努力精进，精进的话会给你带来信心的。应该你如果越修越有劲，这个就是不大会修偏。如果你学到后来就没劲了，学到哎呀这么难，学到哎呀人事关系这么复杂，哎呀真的没劲了，那就叫偏了，明白了吗？明白。好了，师傅，还有，就好像我先师兄内送小房子的方式，每天配钱兵配币，也有依师傅教的方法来内送小房子，一坑金人一个红点，即使一个人轻松也不轻，请师傅开示几句，好让那些师兄能听清师傅的开示，改正错误。比如那位师兄是念一般小房子，点多单小房子好的。是为一句经文一个红点，这抵挡不如你不如法的做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修小房子，哎，放在那个经文给很多给几个神给。你念一遍嘛，点一个呀，怎么可以点那么多了？这个不如理不如法的呀。哦，如果有时想这样点。啊。哦。不管是亏缺往下跑吗？那当然了，那你在骗菩萨了，骗天骗地骗鬼神了，明白了吗？怎么可以念一遍点五六个？你不是开玩笑吗？这跟菩萨开玩笑吗？这个是什么？怎么孽障啊，台长？这个业障啊，欺师灭祖，很厉害。你想想看，我们的佛祖，你在乱念他的经，乱点他的经，你不是灭祖啊？你即便你的菩萨，菩萨是你的师父，对不对啊？我们拜师也好，拜这个师父，活着师父，或者我们拜观世音菩萨，我们都是观世音菩萨，也是我们的师父啊，对不对啊？你不是欺师灭祖啊？啊，明白。师父弟子问以上的问题是除了点对弟子要好好修之外，弟子想问师父，我们要如何去善待修天的师兄呢？先把自己弄正才去善待，因为你自己都不正，你带不了别人的，明白吗？下一个问题，他在问我们可不可以多观察和多加留意，以防修天师兄遇错对错，还是远离或不离他们呢？还是在定义其他人有没有修天？这个问题他问。找一些比较有能量的啊、大德去度他们比较好一点。你像自己觉得自己都没能量，就不要去弄了，弄了之后反为不美啊，明白了吗？好了。哦，明白。我们可不可以跟各位师兄一起佛法？一方面可以跟度他们，一方面可以以行动来指导他们正规的方法。这种方法可行吗？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方法呢？请师父开示，感恩师父。他想要针对那些佛友有没有修开？不要去管吧，先把自己修好吧。好吧。这个是系统问题，是他是进行对他问题，你在这个是相学的。对呀、你自己还没修好，你怎么去辨别别人修的好坏呢？对不对啊？去看自己，去拿笔照自己身有没有修好。对呀。师父，如果同学能够远离各位师兄，弟子认为这个做法残酷，一个学佛人会让各位师兄永无反生之路，弟子这个理解对吗？他讲，如果这个新朋友这同学他离开他，又要跟他一起，这种做法对吗？啊，当然对的了。他修偏了，你再跟他一起，你跟他一起偏啊？对不对啊？他不好好修了，他已经偏掉了。他走火入魔了，你再去跟魔在一起啊？听得懂吗？好了。好，明白。好了。今天这个师父当弟子发觉自己是可以疗愈遇到同修，师兄能够隔离，弟子会觉得很无助。那么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个难关？请师父指点迷津，感恩师父。指点迷津就是能够尽量找很好几个人一起去说服他，说服不了就只能放弃呀，暂时放弃，他就成为无缘众生呀，明白吗？明白。好了。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远离他们会担心他们不悔改，又担心他们误导新的佛友，也担心他们有损心理法门的名誉，请师父慈悲。指导和劝教，感恩师父。是啊。还等讲一讲，要怎样劝教不懂修偏的佛友。修偏的佛友暂时要放啊，没办法，要放掉他，不要让他到观音宫修主来。
嗯，因为这种人很执着的，他不会以为他自己是修偏，他觉得你们都修偏了。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一个人的眼睛要是斜视的话，他看人都是斜的嘛，对不对啊？我们看他，你怎么眼睛从那边看？我跟你讲话，你怎么不对着我看呢？其实他的眼睛是看着你，但是他的头是看那边的，听得懂吗？所以你去看那种修偏的人，觉得他很可怜了，真的很可怜了。他不觉得自己做错的啊。你去劝他的时候，就你劝他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自己。啊，好像我修偏了，没有的，他没这个感觉的，嗯。他觉得你们修偏了。啊，对了，对了，现在明白了吧？明白了。斗鸡眼，他看出来都是两个人，然后呢，你跟他说明明我是一个人，你说你两个人，啊，你是双胞胎。明白了。啊，好了。哎，对方应该看看要。改名的，叫台改名一下。不改，今天不改，好吧？不是改名，看他的名要不要改而已，改名。啊、哦，那也不行，也不改名，今天不改名，好吧？下次再说吧。好了，给人家打打了，好了。哦、让我开个指定，让我改名一下，让我开个指定，拜拜。你开自己去，还是普通话好好学好。因为人家听你打电话来不反对，但是问题你讲话讲不清楚，很多那个听众都反映，就是你讲话讲不清楚啊，你所以以后要慢慢学普通话，对不对啊？结婚了没有啊？结婚了吗？没有结婚，找个女朋友普通话讲得好一点的嘛，跟她好好学嘛，对不对啊？夫妻要先把小宝看去啊。女朋友看一下姻缘啊，女朋友很多的，马来西亚师傅有100多万信众的，你这些小女孩多好啊，修的，慢慢叫公修会的人帮你物色一个嘛，对不对？你人又不坏，对不对？长得个子矮一点，脸嘛圆圆的，也蛮有喜剧色彩的。我不错，我很高兴了，太太。好了，去找朋友去吧。太太，你讲了。小和女同学大概是什么意思呢？谈恋爱呀，双休呀，还什么意思啊？你还有什么意思啊？学普通话呀，普通话学好呀。不是业障啊，我的普通话讲到不好是业障吗？没有啦，那哪业障啊？那是你自己没学好。哦，明白了，感恩。好，再见啊。感恩太太，感恩太太。再见。普通话讲不好也是业障。哎呀，真的是。哎，师傅好。哎，你好。喂，师傅好，师傅听得清楚吗？啊，听得清楚，讲吧。啊，师傅，弟子向您请安了，师傅您辛苦了，师傅。啊，谢谢。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嗯，讲吧。嗯。啊，师傅就是最近在博客上留言，就是初一的时候，可以剩69张小房子，这69张的小房子是那个自己的，是69张，还是总共加起来不超过69张呢，师傅？小房子啊，我整个加起来不能太多的。嗯，喂，师傅，不能太多，整个69张。嗯，啊，就是总共加起来不超过69张，对吗，师傅？嗯，最好如果实在有多、啊、好几个人你还可以多一点，最好不要超过。嗯，喂，啊，明白了。好，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请讲。啊，好。嗯，下个问题请讲。啊，好，师傅。嗯，师傅，您昨天在看图腾的时候说嘻嘻哈哈属于阴，还会说在开玩笑的时候会开掉一些功德，请师傅您再慈悲的开示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那个注意什么？还是这个属于是个例，还是属于是完全的呢？师傅？是不是个例的？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你如果嘻嘻哈哈里边带有一丝丝的这种下流的或者不干净的黄色的意念，
这个功德消得非常快。如果你是在弘法当中讲了啊，这个什么是笑话啦，这种没关系的。你只要接近一点点，就是鬼喜欢的东西啊，那些下流的事情都是鬼喜欢的，听得懂吗？啊啊！你很快的，很快的会把自己的这个功德消掉很多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嘛，就是刚才。你问我第二个是什么？一个是嘻嘻哈哈，还一个什么？第二个就是说，就是说开玩笑的时候会开掉一些功德。啊、对呀、啊，昨天看图腾，对一位师兄说这样事儿的。你想想看，你开玩笑，你要是讽刺了别人了，对不对？没有教育意义的，你要是就是刺伤了别人了，对不对啊？啊，对，那不一样的，那你肯定会损失功德的，人家生你气，你就损失功德了，嗯。啊，是的，师傅，那他这个功德会消掉多少呢，师傅？不多，但是经常开玩笑，乱开玩笑，时间长了就损失多了。啊，哎、啊，开玩笑要有分寸的，没有为什么开玩笑、啊、没有分寸，到后来就吵起来了，对不对啊？啊，是的，我们也像师傅您在前几天说的，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是说是庄严，还有就是说讲出的东西一定要是说是法喜的，在跟于佛法有关系的，让大家法喜、哎、是不是这样的？对呀、啊、你看师傅跟你们讲这种开心的事情，那你们是法喜啊，不是那种哎呀对的对的听那种哎呀不好的东西，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明白吗？对吧？尤其是师傅您在法会上讲的幽默的小故事，真的里边都是大智慧，师兄们都很爱看的，啊、也都非常爱听师傅讲的。这就叫小、小故事大道理，就是对不对啊？是的，是的，师傅，感恩师傅，下一问题。下一问题就是。有的师兄一天念三四张小房子还可以，念五六张觉得很累，念不动。可是有的师兄一天念七八张都觉得很轻松。弟子想问，是不是和业障多少有？也不是完全业障，跟自己的身体的体力啊，业障嘛，当然也有关系。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走一公里他不喘气？啊，这松风松松的不得了，为什么有的人走半公里他就走都走不动呢？明白吗？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体质啦、业障啦都有关系的。是不是有的师兄还处于在还债的阶段，而有的师兄他是在消业提升境界的阶段，他是不是也有关系呢，师傅？那当然，那当然。你想想看，一个人无债一身轻啊，走路当然就快了。如果一个人背着债、你说能走得动吗？是的，是的，师傅。那就是说他应该是属于像昨天师傅说的我们应该是多多晒太阳，这样是也有助于我们的念经的效果，是不是，师傅？对啊，当然应该了，多晒太阳，多晒太阳以接收阳气，多念大悲咒，阳气足的人事业也会顺呢、对不对呀？正能量充足很重要。好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有的时候一般就是我们在那个解梦的时候，有的是说同修这个劫是定数，而弟子想问的是，我们念经许愿放生等等的，就是参加法会助人的时候，这个定业是不是也可以改？能改变多少呢，师傅？你在正在做功德的时候，它就不叫定数了。那你正在进行时啊，就像文法里边，一个是正在进行时，对不对呀？我们学外语啊，学中文呐、它都有的嘛，对不对呀？它一个是过去式，一个是现在式，对不对呀？现在正在进行时啊，你现在正在度人，正在造自己的善业。对不对啊？因为过去式是没有办法让你造新业的，不管善的还是恶的，你新业是要靠现在在造的，所以你过去并不存在的，过去只有回忆，还有接受它的果报，对不对啊？对对，是吧？就这样。好，感恩师傅。下一问题，有的师兄非常精进的修行，
就是很努力，但是他没有做到369的预示梦，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369的劫会提前爆发呢？是不是和不如理不如法都有关系？是吧？每个人到369都会有一些业障爆发的，那么爆发的快爆发的早和爆发不爆发实际上都是一个概率，也就是说他一定会的，明白了吗？但是一定会有大和小和中，明白了吗？那有的人小的没感觉，就像小的地震晃了一晃你没感觉的啊，中型地震你会有感觉，大型地震把你摇的来从床上摇下来。那你说同样都是地震，为什么一个小地震为什么没感觉啊？同样都是369受报，为什么有的人轻报，为什么有的人重报啊？明白了吗？明白了。那个师傅他基本上您看一看，就是这个说369的劫的话，他都是提前报的非常多，而是不是这个劫报多跟现实生活中他做的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跟结合了，完所以他这个业都是说提前受报了呢？师傅，你这句话我可以告诉你100%对的。我告诉你，不好的东西只会提前，很难以后的往后的，往后就叫消掉了。你比方说你到了33岁了，你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你在33岁之前，你到33岁还没到了，32岁你就开始报了。有的人29岁31岁把33岁的报那种业报全部拿过来报掉了。但是你如果到了33岁之后你还没报，我告诉你就叫消掉了。是的，是的。明白了吗？好，感恩师傅。师傅，下一问题，一位同修是自己开店做小生意的，他已经向菩萨许愿，只要他在店里的一天就播放心灵法门的视频。现在他向菩萨许愿，用掉在店里住人的功德，不要要那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来店里傍佛。仗着有权有势，看见心灵法门的视频就会说杂掉狠话，因为这个师兄在海外，当地的环境也不太好，他这样做可以吗？师傅？可以的，没问题的。保护好自己，如果这个当地的环境不大好的话先收掉。对的，是师傅，因为他是在海外的。没关系的，因为有些国家这个排华也厉害，对不对啊？对你们相信啊，这个宗教他们也本身啊，因为宗教不一样，他们也有些排斥，所以像这些情况最好把它收起来。虽然许过愿，也可以暗中度嘛，跟菩萨说啊，现在度人的环境还不成熟呀，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吧，是一个通修的梦境。早晨梦见一个屋子里的学生在接受考试，大家一个个站起来回答问题，师傅坐在前面监考。我看卷子上面的问题后立刻着急了，上面的成语天共是怎么这么难呢？弟子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文科生，学习成绩还可以，当时看到了这个成语，我居然还没有看到过，弟子当时心里就很着急。这时就听到师傅站起来对着全班同学用非常非常严厉的话语说，你们要想出去弘扬佛法，必须把白话佛法第三册弄得清清楚楚彻彻底底理解明白了。弟子当时心里想，那师傅就是要求我们把第三册的内容掌握到一定倒背如流，印括深印到第八世前中的程度，弟子就醒了。弟子想问，梦中的师父要求弟子们弘法一定把白话佛法第三册理解彻底，是不是意味在弘法度人的时候，如果弟子们达到了白话佛法第三册的一个理解和修为的程度，更容易度到有缘众生呢？师父？对啊，你想一想，第三在讲什么？平等心，即福田，种因果，实修是境界，正思维观想，割舍业力，定后思维，法喜转换，战胜欲望，对不对啊？
名利是苦，苦乐是空，节制欲望，忍人所不能忍，开启根本智，破无明烦恼，对不对啊？你想想看，觉受是悟，悟道是觉。你看看看，学佛思佛见，行慈悲之道，妙悟妙法，圆觉妙心，对不对啊？是。你想想看，这个第三次，你如果能够把这些你背下来之后，你转定业改功业，都是在第三次讲的，对不对啊？说的第三次说的业障遮不住本性，乌云遮不住太阳，对不对啊？返璞归真，转世成智，你看看这多厉害啊！讲得多深啊！是。由忍辱开始转境界，对不对啊？怎么样叫正信的法门？无所住心。你看看第三册，如果你们能够注重自己的身口意的话，啊，你们就明白啊，无名和老死都是轮回的现象，对不对啊？所以师父在这个第三册里边讲到佛法中的原生原灭，对不对啊？好了，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叫你们学第三册了？精华呀，精华，是的，是的，师父的白话佛法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让我们能开智慧，能明理。很多人们看来看去第一册，转来转去转不出来，要慢慢的境界提高的，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是，同学们在放生的时候，那个同修得到了菩萨的开示，我读一下，师父您休息。感恩师父。今天放生甚是法喜，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已在此等候多时，虽然弟子魔障现前，弟子诚心打动诸佛菩萨，照此看来，弟子您的阻碍还是很大，以诚心慈悲之心一一化解。今天到场护持放生菩萨有我们心灵法门的几位菩萨一一到场，龙天护法菩萨自不必说，还有当地的众多菩萨、土地菩萨早早已在候着。今天到场的几位弟子都是心灵法门的大护法，菩萨妈妈给几个孩子开示几句。你们此次来放生，有的师兄为父母，有的师兄为您师父，这都是人间大小，孝能感天动地，孝能化解一切灾难。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十五，今日放生不同一般，年底岁末也是魔障随意出行之日，如若能放生，功德比平时多几倍，宵夜也是翻倍，可放生之人心想事成，一切吉祥。今天放生的道场几位弟子，菩萨妈妈每人给你们记录双倍功德，可以用此功德祈求你们需要之事。感恩师父。你从里边就听出来应该是真的，因为他这个感应是真的。是的师傅，因为我都没跟你们讲，每次放生的时候当地的土地公公都出来的，这是真的。哎呀，是吗，师傅？太好了，太好了。弟子今天就是这里边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您开示一下。观世音菩萨开示，今天放生甚是法喜，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已经在此等候多时。请问师傅，我们有的时候大放生的时候，也有佛友看到佛菩萨、护法、瑞兽已经提前在放生地点等我们。请问师傅。您为此开示一下，平时我们一般放生会有哪些菩萨和护法来呢？感恩师父。还很多了，金刚菩萨也会来。哦，金刚菩萨也来。金刚菩萨，还有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很多的土地公公啦，地府的阎王爷啊都会来。你都没想到。地府的阎王爷也会来。因为很多人帮妈妈求嘛，帮妈妈求寿。求寿，你我问你，你求了寿，你放下去是不是延寿啊？延寿要不要地府的阎王爷帮他改寿啊？听得懂吗？是的，是的。你不帮你当场改掉的话，你怎么延寿啊？那阎王爷不来干嘛？阎王爷只是个名称，他一殿、二殿、三殿、四殿，他有很多很多的阎罗王的。
听得懂吗？啊、是他是个官位、嗯、职称叫阎王爷，实际上就是管地府的一殿二殿的，所以他们都是说要帮你改的、啊、要帮你改的，明白吗？啊，是的。啊，是的，啊，那弟子刚才想问师父，您说的那个金刚菩萨是不是属于是四大天王啊？师父？对呀、啊，就是四大天王啊。啊，他们身边还有无数放生的时候，嗯，这次确实是因为嗯，有的师兄就是为师父哦为父母，而师兄们给师父放的大鲤鱼都是20多斤的，非常非常的法喜这样的、啊啊。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感动天地的事情多做、嗯、就是这样。嗯，是的是的是的、哎、损害、嗯、是的，损害他人的事情少做。嗯，是的是的，我们都要像师父一样、嗯、都是说无我利他，就是全部都是为众生的这样的，是吧？对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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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好，师父怎样才能称得上心灵法门的大护法呢？师父，大护法，你比方说财师法师无畏师都能成为大护法的呀。比方说你度的人多了，100个200个你度的人多了，对不对啊？你是不是大护法了？你比方说你布施的多了也是大护法，对不对啊？法布施多了也是大护法啊，财布施多了也是大护法。还有嘛，就是无畏布施，天天到观音堂来做事情，天天来帮忙啊，舍己救人呐、啊，这也是大护法呀。现在明白了吗？啊，明白了，明白了。啊、嗯，好，感谢师傅。观世音菩萨开示：你们此次来放生，有的师兄为父母，有的师兄为您师傅，这都是人间大孝，孝能感天动地，孝能化解一切灾难。请师傅开示一下。孝心嘛，就是说你现得福报呀。你比方说很多人啊，很多人帮师父放生的话，他热爱师父，尊师重道，你想想看，天上怎么会不喜欢他呢？喜欢他马上帮他改变他的命运啊，对不对啊？一个孩子很孝顺父母亲，那你天上如果要帮他的话，你求菩萨帮忙，菩萨讲下去啊，这不天上的那个玉皇大帝啊，对不对啊？那些天官呢、啊、他们也乐意做呀，对不对 啊, 啊，因为这是个孝子啊，孝感天地啊，对不对 啊, 啊，你看看过去有多少庙里的法师，他们对自己的师父也是像孝顺，叫孝感天地啊，一样的啊，是的，是的。你问问你看看，佛陀身边那个阿难是不是孝感天地啊、嗯？成佛啦？是的，是的。啊，就是这样的，嗯。嗯，是的，我们都要感恩师父您，您是用您的能量来在庇佑弟子们的慧命，真的也感恩师父您，师父，嗯。直接。还有下一个问题，观世音菩萨开示。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个十五，今日放生不同一般，年底岁末也是魔障随意出行之日，如若能放生，功德比平时多几倍，宵夜也是3倍。请问师父，是不是到了年底岁末，我们每天做的功德都会比平时多几倍呢？师父，对了对了对了，我就告诉你、年末的时候就是总结账的时候，你在总结账的时候、哦、是不是人家来财务啊，什么东西啊，这官员都是来给你结账了。结账的时候，你拼命做好事，是不是比平时给官员看得多啊？这还不懂啊？啊，是的，啊，那师傅，那他比平时的话会多几倍呀、啊，师傅、啊？没多几倍，他就是实际上这也是因缘而生，因这个缘分而生。你做这件事情有善缘了，就生出很多很多的功德。它是因缘而生的啊，因缘，你今天做了不好的事情了，他一看，哎呀，你这个人，是因为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在人间做一些善事恶事，有的是当场被抓到，就像警察，有的是当场抓到你的，有的呢啊，是你慢慢的把这种恶习啊积累在身上，终有一天被发现。我们人做功德也是这样，有的时候被菩萨当场发现，你可能当场就受到回报，
对不对啊？善报、嗯、有的时候是慢慢慢慢积累到一定的时候，这功德积累到一定时候，菩萨会给你一个大考试，然后把你定位定得很高的品位品级，明白了吗？是这样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就是从几号开始算到从几号开始算年底岁末呢师傅？一般的呢是这样的，一般的呢就是三个月，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数字，比方说我们现在是二月啊，二月这个二月中旬，这个过生啊、过春节，那么一月中旬啊，十二月中旬，其实从十一月中旬就开始了啊，十一月。那么如果要说近一点的话呢，就是一月中旬，那就越来越紧了，就接近那个过年关了、啊，越来越紧，天上下来的特别多。啊，查人间的善恶啦，你去看过去很多善恶都是在年前清的，啊，很多人活不过年关的，你看很多人死掉都是在年前死掉的，对不对？啊，对，对的，对的，师傅、啊，就是这样，对的，嗯嗯嗯，好，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弟子感恩师傅，师傅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师傅，师傅再见，好，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师傅。哎，你好。喂，你好，师傅你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嗯，弟子给您请来了。能听到师傅，能听到的师傅。听到。嗯，首先跟师傅忏悔，我先生不懂事，对不起师傅菩萨。上次打通师傅电话，连着让师傅给两个同学选了名字，让师傅飞夜了。嗯，师傅我们真的是很不懂事的。没事。然后违反了师傅问答节目不看图腾的规定，嗯，影响也不好，我们错了，请师傅原谅，请菩萨护法神原谅，感恩师傅。没事。嗯，没事。嗯，师傅。啊。嗯，是这样的，有同学感觉您的佛言佛语特别好嘛，他想这么好的给予良言要能做成春联就好了，所以他想把您的佛言佛语写成春联，然后贴在自己家门口，这样的话邻居上下都可以看到，也是一种做法助人，然后我想多写几幅送给亲戚朋友，请问师傅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那就是我们都觉得师傅，尤其是法会开场那几句寄语特别好，寄语都押韵嘛，啊，也比较对仗工整、嗯。然后我想我们找了几个，师傅您看这样可以吧？可以。找了四幅，师傅您听一下，是不是能够写、啊？可以呀、啊。嗯。阳光灿烂迎新年，佛光普照遍人间，横批是法喜充满。第二是慈悲喜舍本性来，心中瑞笑照丰年，横批是佛光普照。嗯，很好。第三幅是慈悲痴事守本性，佛道之路任我行，横批是永攀四圣。第四幅是四能知足心常乐，人道无求品自高，横批是随缘自在。因为横批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怕不太好，不太如理如法，请师傅开始一下。很好啊。很好啊，横批都、嗯、批得很好啊，批得很好啊。嗯，可以是吧，师傅？嗯，那我们就写了，写来送送给大家，感恩师傅。可以。师傅，我这边声音有点小，我插下耳机、啊，不好意思，师傅。嗯。师傅您辛苦了。嗯，讲吧。哎，师傅。啊。啊我的妈呀！第二个是我的妈呀！师傅不好意思，稀里呱啦。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微信群不群语音分享的事情，师傅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在群里看到他们在转发1月12号那个秘书处回复同志的邮件，是说不建议大家语音分享嘛，说一旦有人这个分享当中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做法的话，会误导别人，是管理的同修也会营业到。那很多同修就想问一下师傅，这种个人的灵验案例还有个人的这个学佛感悟，能不能在群里分享，还是说怎么有文字的形式分享？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呢、啊，嗯，有些人呢，啊，你说语音分享，你本身也是一种弘法布施的一种一个渠道。但是为什么说不好呢？他有些人喜欢发挥呀、啊嗯。发挥呀、啊。对的，他有的时候没有稿子，他就没有稿子就开了。到了最后性格开和乱讲的话，你只要给人家听一遍的话，你就是业障增加一句啊。嗯，
对的对的。你如果比方说你单单语音分享，你说我白话佛法，对不对啊？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少一点，啊，那可能也是可以的。问题很多，长篇大幅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已经能够解释白话佛法，解释白话佛法，对的。那就你万一讲错一句，我举个简单例子，就像我们搞播音一样，电台，对，你一句话念错了，给你重播一次，你就在重复你的错误啊，对的对的，给人家笑啊，而且嘛，你要是弘法当中，你不就在造业了吗？口业，对的对的，啊，一句话都不敢说错的，所以真的是如你所以你想想看，你今天语音分享里边，你讲了100句，你能保证你100句里边没有一句是讲错吗？不能保证的。对，你要是讲错一句的话，人家听一遍，你这一句是口业，你就造一次。那么1000个人听，你就造了一次1000次口业，那你到最后是功德大还是业障大？还是业障大。那个业障大。人家不敢动了，就这个道理啊。那是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人，他们之前因为做过很多场的语音分享嘛，感觉自己也非常好，效果也不错，交了很多业，他们就许愿分线分享，在一年许愿分享500场或者上1000场。像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因为看了秘书这个回复嘛，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已经跟菩萨许过愿了。像这种情况，他们应该怎么给菩萨忏悔，还是很简单改一下这个愿？很简单，嗯，他们只要分享的如理如法，如理如法，他能保证嘛？他能保证他没有走偏，他没有走偏，嗯，你就去做，你就去做，嗯，对不对啊？这个方法本身不存在争议，主要是争议的是你里边所含的内容。含的内容。对的。那么你要是真的如理如法的话，你当然可以做了。当然可以做了。嗯。对不对呀？你像师父现在跟你们也叫语音分享呀。对不对呀？语音分享特别好呀。对呀，问题你们讲不好，乱讲的怎么办呢？现在他们就是有，因为有一个同修，还有一个群嘛，他们组织专门分享一个专门的群，他就组织上几百个人的群，然后每个人都到不同的群里去分享。他们想问一下师傅，现在就是说已经发表在博客上的，或者是发表在师傅的，这个没关系啊，那种可以做的是吧？可以做。他们有想组。他们也想组建一个义工群，专门来审核现身说法师兄的一个分享稿。但是呢，我们考虑，如果这个审核的同修是个分那个审核的不过关的话，也会毕业，是不是吧？这个倒不要怕，我觉得用众生的智慧，大家审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先做语音分享，做完之后审核一下，没有大的问题，那就给他发，那就给他发，对不对啊？问题就是说，有的人乱起乱讲。你看现在，你看现在每个人的自媒体，在网上，在网上乱讲，随便转发，随便乱讲的，造谣诽谤什么都会，对不对啊？很多人无辜的就躺枪了，那就是说，在师父博客上发表过的，或者在法会上已经分享过的，就是可以直接分享。不用审核，像这种就是还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他们要想分享的话，就先要那些专门的义工组来分享，来审核一下，感觉大方面没有多大的问题，然后只要按照稿子来分享就可以，是吧？对，我是跟你们说实话，你要是寄到东方电台来，我们也没那么多人手，我觉得你们，对的，实在是太忙了，你们。对啊，我觉得你们最好的方法自己组成一个审核小组。对。真的，那这个有一些像有一些老佛友真的很有智慧，跟着师父多少年了，他没有错过，没有懈怠过，这种人就可以做审核小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那我们一般这种审核小组以几个人为比较合适呢？是5到6个人，还是3到几个人呢？3到5个人最合适。3到5个人，好的。3个人以上就可以，不要太多。太多的话，七嘴八舌的，
学的。对的对的，意见也不统一了。三个人到五个人最多了。到五个人最多了。嗯，好的好的。那请说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注意几点？第一点。嗯。啊，在原则问题上，佛法问题上，对不对啊？不说人家法门。不说人家法门。嗯。不好，好不好都不要讲。第二，能够讲出来的东西是如理如法的，是如理如法的。师父讲过的最好，师父讲过的最好。第三，讲的事实一定要啊严谨，啊严谨，不要夸张，不要编，不要编。好，第五，就是严于律己的啊讲法，不要骄傲，不要功高我慢，好像像指导人家一样。指导，对的，很容易这样，像好为人师那种感觉。对啊，现在基本上这五点要掌握好。五点要掌握好。嗯，还有吗？基本上就是凭你们的感觉了。凭你们的感觉了。你们自己觉得他没有乱讲。他没有乱讲。啊，是如理如法的。是如理如法。基本上宽松一点，应该没大的大的问题。没大的大的问题。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因为有的同学分享确实很好，一篇语音分享就可以度好多人，我们也是非常就是要、啊、希望有这么多的好的分享出来，所以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您辛苦了。嗯，好，那个接下来再问师傅几个其他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有同修最近在理解和记忆师傅的佛言佛语，他最近就是非常受益嘛，他就梦见南京菩萨给他一个像人参又像萝卜的一个鲜果，他很开心就吃了啃了几口，后面看见师傅笑呵呵的来了，他就把剩下一大半送给师傅吃了。送完给师傅之后呢，他突然想起来他忘了分给南京菩萨了，他就非常的后悔和内疚。那醒了之后他就给南京菩萨忏悔，想怎么没有想到南京菩萨呢，都是师傅都一样的，然后他就把自己许愿，把自己参加居中末法会的功德5%给南京菩萨，然后5%给师傅。他转正好功德之后，他看见南京菩萨笑了，他心里就释怀了。请师傅开示一下，像他这么做是否妥当呢？实际上也是万法唯心造啊。万法唯心造。嗯，对的，对的。他觉得南京菩萨开心了，你说南京菩萨会贪他这一点吗？也就是说，他有南京菩萨，就是说可以知道他这个心。知道他这个心就可以了，嗯，对的，对不对啊？嗯，对对对对。那他这样的话，我就担心他如果转动的功德没有的话，给师傅会不会帮他背业？我是有这种担忧的。其实你给人家，人家不一定收啊，就像礼物一样的。对的，对的。不收的话是还给谁的？还是还给他自己？还是还给他，对不对啊？但是一般的人啊。比方说他是大高僧大德，你送一样东西，他回送你的东西一定比你送给他的礼物要高贵，比较大得多，对。所以还是他受益。你不让我讲吗？你讲。不让我讲吗？你讲。不好意思，师傅，我打断您话了，您说。对不对啊？就是你给人家，人家回报你一定会比你。施出去的更多，好了，好了。那师傅他就是以后不要建议他这样做就行是吧？就是还是平常心。平常心啊，他没关系，这种个人的行为，菩萨不会怪罪于我们。菩萨不会怪罪。好的好的，他真的是很受益，他学了佛言佛语之后还梦见老师兄给他个大寿桃，然后后面看见他每天记忆的那个三条佛语，佛言佛语就变成圆形的梯子，他踩着梯子就朝上天上走，然后看见南京菩萨拉着浮尘把他拉上去了，是不是这个佛言佛语的方法就是我们上天的阶梯呀？你刚刚知道啊？刚刚我早就跟你们讲了。我知道，我最近不是刚刚跟你们开示嘛？你学佛学法，你这个白话佛法是你的楼梯啊，是根基啊。你不好好学，对的对的，你就念念经，就许许愿，烧烧小房子，就叫学佛啦。就叫学佛啦。哎。是的是的，感恩师傅给我们这么好的白话佛法，让我们能非常受益。还有第五个就是我们在记忆佛言佛语师傅的佛言佛语的时候，就发现有两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一个，师傅在白话法第一册第32篇学佛要旨智慧语中提到，一把无名火功德尽成灰，
但是这个白话佛号的书上是无名，是那个名字的名，那电子版的是无名，是明白的那个名。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在这个地方应该到底是哪一个名比较合适？嗯，无名火嘛，就是一般的外面讲的无名火，就是没有这种原理，没有缘由的，没有来由的火啊，没有来由的火，没有理由的啦啊，无名火就是这样。嗯、那个呢，嗯，也对，那个叫无名就。不明白才会产生才发火的，一样道理的、嗯、那就两个字都通用了，全部都可以，不是通用，不同的地方用在不同的方法的、嗯、一个是不明白产生的火气、嗯、还有一种是这个、莫名其妙的产生火气，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嗯、莫名其妙的发火、嗯、你比方说一个公共汽车开过来、嗯、你不知道它往哪里开，它不停了，你觉得它为什么不停啊，你气气得不得了、嗯、实际上人家是回终点站了、嗯、对不对 啊, 啊好吗，嗯嗯嗯，好，感恩师父。还有第二个就是师父曾经在法会上开示过佛陀运用神通度化500户人家学佛的故事嘛，最后您提到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啊，我们理解这话的意思是佛法如同大海一样深奥和宽广，只有相信才能进入佛海嘛，就强调信的重要性。那前天之前我听您在1月16日的广播讲座里也提到这句话，您说的是佛法如海唯信能入，是不是这个如海和大海是通用的？嗯，对啊，佛法就是、嗯、啊，就像深入大海，宽如大海，广如大海，唯信能入啊、嗯、你不相信你怎么能进入大海般的那种胸怀啊、嗯、佛菩萨的胸怀那是大海般的，明白吗？无边无际的。嗯嗯，因为我们在背诵过程中发现两个字不太一样，我们就确定一下、嗯、都可以用的话我们就一起记忆啊，不一样的意思都可以用。嗯，好吗？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个就是有个外地同修，他3年前做了这个左侧的腰椎结合手术已经好了，他自从接触我们法门之后一直念经度人都非常精进，他最近这个结合的指标一下超高，而且血压飙到200多，一直降不下来。他为这两个指标超高的事情许了49张小房子和21张小房子，但是一直降不下来。他想请问师傅，他是这个自己的业障激活了呢，还是说跟自己做的事情悲业有关系？他最近度人呀，或者组织分享，好像是就有点不如理不如法了，可能。这个就是告诉你一句话，为什么不叫你们要慎重语音分享？嗯。对，他如果讲错话，造业了。嗯，他只要给人家听一遍，人家只要照他的路走、嗯、做错了，做错了，嗯，那么接下来他就加重他的业障，嗯，时间长了，他本身也有业障加上，嗯，对了，时间长了嘛，功德没有了，嗯、业障多了，那么就出大事了。哦，这样的，嗯嗯，他刚刚梦见是有3个男人到他家中，一个穿白色衣服。是不是他的药精者呀？凡是到他家里来的都是药精的。嗯，讲都不要讲了。他是他许了21张肯定不够吧？因为来了3个人，还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根本不够。嗯，那他这种情况大概有多少张？每个人21张。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他自己让自己背，感恩师傅开示。还有一个同修是这样的，师傅，他梦见他很多前世，是造了很，就是感情上做过很多的错事嘛，他就今次就是精神分裂症，已经念了几千张小房子了，啊，最近他就做了很多，师傅给他加持，然后也有佛陀给他开示，说是善男子、善女子，如之业未报，如之业报未尽。待如业报尽之时，便是修成正果，正果时。然后就是提示他要控制，就是身上这个灵气蛮厉害的。然后护法神也提醒他要控制自己，不要做男女之事。他最近就是说，这个就是老是灵魂得不到，就是灵魂受不了控制嘛，老是就是自己老是控制不住自己，老是通过不了这个邪淫的梦考或者是这个限制考嘛。他想问师傅，像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因为他也梦见自己是就是天上的菩萨，然后他很痛苦，想解脱，但是他就不知道怎么忏悔和化解这种情况。
什么叫痛苦？这个灵性蛮厉害的哈。什么叫痛苦？嗯。痛苦就是不想改。嗯、就是不想改。嗯。你才会痛苦，才会痛苦，改了就什么痛苦了、嗯、改了嘛就是改邪归正了呀、嗯、你今天克制不了自己邪淫的欲望、嗯、第一不要坚决不去看异性的东西，嗯，你我告诉你，你放在家里脑子干净一点，你的荷尔蒙不会转变，不会成一种那种人家说淫荡的那种激素在身体里边的，你就是看着想了，你才会制造出那些淫荡的那种思维，嗯、啊，造出你行为失当，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不看，第二不闻，不问，嗯，第三。嗯，知道自己呢要多洗比较偏凉的水，多吃那些不要刺激的食物，还有就是少睡觉，就是少睡觉。好，他是这样的师傅，他是因为前世感情要做错事情嘛，害他前夫自杀了，他那个就是害他的丈夫自杀了，这个丈夫一直就跟着他，跟到现在这个事，然后他也梦见他自己是初地菩萨，然后受封进阶为二地菩萨了，但是好像是这方面就是一直过不了关，就是一直很痛苦。这是他自己讲的，他自己讲的，嗯，一会儿初地菩萨，一会儿二地菩萨、嗯、他自己在想象了，他的思维已经出偏差了、嗯、哦，这样，所以身上才会有这种邪淫的东西，你说说看，你这要是真的是现在的境界是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你怎么可能邪淫啊？人怎么会战胜不了自己身上的欲望啊？战胜不了自己身上的欲望还是菩萨？开玩笑了，你们在。嗯，那是我自己也无知，感恩师傅。嗯，那我无知透顶了。那他这个，你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在人间做的那种下流的事情，那种纵欲的事情，你说说看，他的境界能到菩萨不了？你告诉我呀。告诉我呀。不能到，不能到。好了，讲都不要讲的。你今天说你是一个红法人、嗯、是一个菩萨，你背地里还在做那种男女暗乱七八糟的事情，你这个人不会干净的，听不懂啊？嗯，知道了，那就是要他好好念礼佛忏悔，然后念小房子敲度他身上那个灵性。好了，好了，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这个同学的业障自己背。是不是这样的，有一个同修他是2014年拜师回来，他就是有这个有一种异常的现象，就是脚底有摩擦的现象，然后脚底像量血压一样有股气涨上来，现在两个脚底每天都是这样，从早上念经到晚上睡觉一直这样，就是连大腿区的那个筋都开始跳了，他以前问过师傅，然后师傅说是打气脉打通了，以后会看到很多东西，事实上呢这个同修每天都看到，可以看到佛光，然后有时闭眼也会看到就是人模样的影子，检查呢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什么毛病，请问师傅他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气场倒流啊，嗯，一个人的气场啊，气场倒流就会有感觉，正流的话就没有感觉，嗯，倒流的话的意思就是进来出去都是从不应该进来的地方进来，不应该出去的地方出去，你就会有感应的气场的存在。哦，明白吗？那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他不舒服，他说。当然不舒服了，当然不舒服了。嗯，只有叫他走路念经呀，走路念经呀，叫我们、哦、一边走一边念，绕佛呀、嗯，绕佛能解决这些问题。哦、嗯、哦。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梦境，最后一个梦境就是有个同修他想知道他的莲花怎么样，他就请菩萨托梦，结果呢这个同修他自己没有梦到，另外一个同修梦见了他两个人坐在一个超级大的莲花里面，这朵花可以开也可以合，花瓣有点像莲花瓣，但是呢这个花呢不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是在地上的。做梦的这个同修呢感觉这朵花可以保护他们，有危险就会马上合起来，他想请问师傅，是不是他们莲花都掉下来了？因为两个同修坐在一朵花上的，应该是在天上没下来。哦，那他感觉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那从那莲花可以到处跑的呀，到处跑的呀。他要知道，只要很大，可以保护他们，他可以下来了。哦，好的好的。你说莲花在哪里的？你告诉我。
莲花在天上。对呀、啊，那么为到了人间不是暂时来旅游吗？嗯，他只要有莲花，他最后能回到天上的呀。嗯，好的。那么莲花是不是在天上了？不是在天上了。对的，在天上的。啊、好了。好的，感恩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提前祝您那个心经法会殊胜圆满，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师傅您辛苦了，再见，再见，再见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嗯。喂，你好。喂，你好师傅，帮同学问两个梦境。啊。嗯，请师傅慈悲开始。有一个同修，他梦见师父对一个同修说，修心不可一心二用。同修想问，例如是指某段时间专门修忍辱，下个时间段专门修持戒吗？一心二用并不是指这个二用、啊、一心二用指的是你在修忍辱的时候不要再去不要再去修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并不是说修忍辱的时候不能修精进，听得懂吗？哦，好的，谢谢师傅。嗯，有一个小同修，他想请问师傅，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念六字大明咒，而有的人就不可以？什么条件下可以念诵呢？有的人喜欢吃面条，有的人喜欢吃饭。你说说看呢？嗯、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对不对啊？一个是你的前世根基，还有你今世的所为，经文很多，浩如烟海。你说你什么都念呢、啊、什么都学呀、啊、对不对啊？你要念你去念好了，也没关系 的。但是学心灵法门，师父现在没叫你们念，那暂时先不要念，以后叫你们念了嘛，你再念好了。嗯，好的，谢谢师傅。还有一个梦境，就是有个同修，他做梦跟他的父亲一起坐那个公交车，车在往前行驶，这时突然从天上飞落下了一尊释迦牟尼佛，佛的像，然后掉进了行驶的公交车上，也正好是掉入了做梦同修的手中。这个同修心想，怕拿着佛像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就把佛像交给了坐在他旁边的法师的手上。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没听懂。嗯，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做梦跟他的父亲一起去坐公交车，然后车一直在往前行驶，然后这时候突然从天上然后飞落下来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像，然后掉进了这个行驶的公交车上，然后也正好就是掉入到了这个做梦同修的手中。然后这个同修心想，怕拿着佛像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然后就把那个佛像交给坐在他旁边的法师的手上。嗯，然后想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很好，传承衣钵呀，说明他最近修得蛮好的。嗯，哦，好的，谢谢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同修，他最近急需小房子，两位师兄结缘给他42张小房子，然后之后他烧完了以后就做了一个梦，然后梦到其中一个师兄给了他一辆高级的轿车。然后请问师傅，这个做梦的同修烧完小房子后事情能得到解决吗？不一定啊，因为还有送高级的汽车呢，还有实际上还是要念小房子。嗯，哦，不够啊。嗯，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还有一个梦境，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到和另外一个同修在师傅的办公室，然后您走到他们旁边教他们叠一件西装，把一件西装叠到很小，然后之后一个同修就学着您的样子叠衣服，另一个师兄不会叠，会叠的那位师兄就说帮他叠，然后不会叠的师兄身边有个旅行箱，然后很多衣服他拿出一件毛衣后同修就帮他叠了，请师父解梦。叠衣服啊，就是整理啊，整理自己的思绪啊，就是头绪啊，现在说明这个做梦的人头绪很乱，想的太多、哦、明白了吗？哦，好了。
嗯，好的，感恩师父。然后师父还有一个同修，就是他梦到有六位活佛就住在他的家里面，他要给他们供养。然后同修虔诚的把一摞书还有一本一本的分出来，准备每位法师100块钱和那个这个书，然后供养给这六位法师，然后请师父解梦。供养法师，供养佛法僧啊，也是好事情啊，说明他正在如理如法的修心啊。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他之前打通那个图腾电话，然后他想请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师父，就是如果莲花在那个韦陀菩萨的身边的话，有没有超脱六道呢？是现在这个莲花在哪个道？当然超脱。按目前情况往生也在哪个道呢？一般的啊，只要是莲花它是种在天上的天界，就基本上如果你师父帮你们比方说栽上去的都是在超脱六道的。嗯。嗯。至于天上有莲花，那有的是前世所为，有的是自己的根基，那有的不一定在啊超出六道的，也有的。但是他修他这朵莲花会越修越大，照样可以超脱六道进入四圣道。明白了吗？好了，哦，明白了。好，感恩师傅，没有问题了。好，再见。好，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再见，再见，嗯，再见。喂，你好。喂，师傅你好。你好。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哎。师傅，喂，您能听见吗？听见。听见。喂。哎，讲吧。师傅能听见吗？听见。嗯。哎，能听清，好，好的，好的。弟子今天想问一下，帮同修问一下，稍等一下，师父，稍等一下。同修的女儿不到11周岁，睡觉时总是磨牙，请问是有灵性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大概需要多少张？你要是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有灵性，你就念7张就可以了。嗯，因为是念给她名字的药经者吗？嗯，对，因为我曾经讲过，磨牙有两种。啊，一种是啊白天啊受到惊吓，或者长期的啊睡眠不好，神经衰弱也会磨牙。还有一种就是有灵性跟他讲话，他就讲话的时候，实际上他在梦中的表达方法就是磨牙。嗯嗯，小孩子好啊。第二个问题是，师傅，第二个问题是，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两个女儿在那躺着，他问女儿哪个是你啊？他指了其中一个，请问他需要给他的女儿名字的药经者念小房子吗？还是给妈妈的孩子念小房子？都要，嗯，都要啊，嗯，这个大概需要多少张？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情况？就是他做一个梦，梦中有两个女儿在那躺着，啊，他问女儿哪个是你啊，他指了其，啊，指了其中一个，21张就够。嗯，好的师傅。第三个问题，他这个有同修在等一下啊，这个没有了师傅。这个分享一个，想分享一个学佛的这个修心的一个家具，虽然说很多同学都知道，但是想分享一下，特别感觉特别特别的，说的特别的有道理。有人说不着急念经，师父说等生了癌症就知道着急了。有人说没时间念经，师父说等躺在病床上就有时间了。我可以退休了再念经，但是你要保证能活到那个时候。人啊就是这样，当你不知道明天有多危险多痛苦时，永远也不会觉得今天是多么安全和幸福。别人都在玩，而你在念经，别人在消福感叹生活真美，你却在消业感受人间真苦。别人吃尽山珍海味造下深重业障，而你如素人生，积累无尽的功德。别人一生草草结束，而你的一生刚刚开始，努力吧。只是在这个微信里边大家广发的一些这个激励的一些语言。嗯，非常好啊，很好啊。嗯嗯，师父想接着问几个问题，就是在新旧的这个名字，在证书跟奖状，就是说新旧的名字用哪个更好一些？
灵动性已经升完文了，灵动性出来的那个最好，有灵动性的。但是这个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身份证没有改过来，哦、只是在就升文升了能有两遍，那就用旧的嘛就好了，不影响的，这个不影响。嗯，您师傅您说的意思就是还是用这个灵动性，就是升文的这个新名字对吧？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单位里，你怪不啦？你改名字，用新的名字，人家都不知道的嘛，对不对啊？如果是你自己平时拿奖状没关系的，你当然用生门的灵动性的名字了。如果这个名字跟你护照啊什么都有关系，或者是一个政府部门颁发的奖状，那你当然用旧的了，没办法。明白吗？明白明白，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看看是不是就是原则性的一些的跟自己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对啊对啊 对吧师傅？对啊对 啊, 对 啊, 啊对，因为有的时候用新名字怕入这个档案也是一个问题。对啊。包括这个念经念小房子的时候，师傅用不用说报一下说曾用名，这样比较更稳妥一些。我是在想用不用。啊，用不着，没关系的，无所谓。还有啊，就是说，因为师傅说过，就是最后就是我们是。能修上去的人其实不是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在想可否计划，或者说有愿力的说以后说的走之后当护法，以后当这个菩萨的护法，围绕在菩萨的身边呢。因为很多人深知自己就是说这一世就是说很多的业障，就是怕修不好，然后怕就是现实中真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怕上不去。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的，但是问题你万一你又不知道今后将来你修的有多好，万一你以后修的很好，你说当个大护法你不亏了？你有菩萨的愿力，有菩萨的这个品格，你为什么不朝高的走啊？对不对呀？不要怕呀，啊，这个没问题的。因为很多同学也都知道，就是说知道绝大部分人修不最后上不去，然后脱离就是最后脱离六道的人少之又少，在这种现实的背景下，假如说很多同学知道自己最后上不去，就或者说机会渺茫，那当务之急那就是说就是问可不可以这样怎么样做能亡羊补牢，或者说尽力做到消除身上业障最后上去。上去呢是靠自己的修为，境界呢是靠平时的修为，所以你只要好好的修应该都没问题啊。然后就是天上的名单，就是说定下来这个谁上去的这个名单是随着每个人的身上的业障逐渐减少，那上去的人是增多。我靠，这个问题是否稍等一下。是上去的人是增多减少，还是说已经定下来不变的，即使消除业障了也不能上去呢？还是说随着自己身上的业障逐渐减少，这个名单也是在可以补上去的？应该是这样，名单是可以补啊，上得去的。有任何一个人做担保你们就能上去，如果拜师的话有师父做担保的，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同修说在检查之前，在有病了检查之前是肺部疾病，但是他在检查之前许愿吃全素，然后但是检查没有说的这个做一些取那个这个样本啊去检查，然后许愿吃全素之后，检查之后说只是肺结核，但现在有病了，就是很多大夫告诉他说是这个肺结核这个病需要补一些东西，因为他这个因为肺结核这个病菌在吞食这个身上的一些营养，这个他该怎么办？是不？他问这个该怎么办？对不起，你把最后一句再讲一下，什么怎么了？就是有同修在检查肺部发现不好的时候，然后之前
去检查之前吃许愿吃全素，然后呢等在细致检查完之后发现这个只是肺结核。那么肺结核大夫又说了，这个肺结核需要大量补充营养，包括是就是荤素搭配，大夫是这么说。然后这个同修该怎么办？怎么办？继续吃素呀，增加一些营养嘛，增加一些营养品嘛就好了嘛。那卵磷脂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吃那个素的那个叫螺旋藻啊，这个是西洋参啊。啊，什么不能吃啊？都可以吃的。你许了愿，你不能开玩笑的。搭配的，你等到吃回来，你看看了，这个病马上恶化了。是的，是的，是的。啊，太多这种例子了，不要开玩笑。对，所以说他很困惑。对，所以说就需要问一下这个问题。好吧。师傅，下一个就是。比如说有人就是经常有疑病症，比如说在外边公共场所啊，总是怕被人家传染什么什么病，这个怎么办？比如说外边的人打喷嚏，那修心的人学佛的人对，就是该怎么，这个有的同修该怎么办？传染病可能也是心理压力比较大。很简单啦，你没办法的呀，你自己只能手捂住啊，或者离开呀。只要不要太让人家尴尬就可以了嘛。这个就是他的意思是，比如说在外边旅游住这个店住这个宾馆，是怕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不好的一些病毒，或者说是外边人打喷嚏啊，就是总是担心有一些疑病症。很简单咯，如果你边上这个人天天是这样的，你就戴口罩。他不带你带，真的。我告诉你，我这次在2018年悉尼法会上，我要讲这个问题的。对，过两天11号哈，对，啊、对吧？我会讲这个问题的。那师傅，那我们修心学佛之人，就是只要自己不去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菩萨会在这方面菩萨会保佑我们的，对吗？都会保佑，这个是小乘佛法嘛，一样保佑。明白。师傅，那么怎么样，就是说菩萨或者护法神能够在身上能够保护自己呢？什么叫身上保护自己？怎么样使菩萨或者是护法神？因为很多同修他身上，师傅在看图腾之后说他身上有护法神或者说有菩萨在身上一直保佑着自己，怎么样我们才能很随缘的让菩萨或护法神始终保护自己在身上？天天动菩萨的脑筋，天天讲佛所言啊，这个思佛所思，对不对啊？行佛所行，那你不就是菩萨护法神就跟着菩萨的呀？好了。那师傅，我们在家里边每天点香的时候，为了使家里就是希望能够菩萨能够来，那单单的我们生生的除了念完功课，我们生生的念菩萨可以吗？可以呀、完全可以。这样是不是也有助于就是说菩萨能够来念佛号，念佛号菩萨就来。还有就是师傅说过，很多有钱人一信佛好好的去修心，一求就灵，因为没有上一世的业障。那反之，这一世如果没有钱的人，或者说不是很富贵的、比较命苦的人呢，是不是更不能做坏事？就是反之亦然，是不是这样的？一样道理，不能做坏事，对不对啊？很简单，不能做坏事，你就只能做好事。脑子里要存善心啊，做好事啊，好好的努力。这个世界实际上你人在做天在看了，菩萨都看到了。是的。师父刚才弟子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很多有钱人他一信佛就马上就特别灵，一求就灵。那么很多没钱人或者说是命比较苦的人，是不是他即使求了也不一定灵，但是而且
所以说他更不能做一些就是不如理不如法的事。即使信佛修心的这些人，他命比较苦，也要比常人要付出更多的一些辛苦。嗯、你这个理论完全正确的呀，成立的呀，就是因果关系呀。他已经做穷人了，说明他上辈子没积福积德呀。嗯、是的，是的，对不对？他这辈子吃苦了，你还要做坏事，那马上现报。那有钱人的话，他上辈子至少做好事做善事，他这辈子有福德呀。他一做善马上就福上加福。对对对。他一做恶他也会把福消掉很多的恶，至少他还活着，至少他还有一些比人家好，他有基础的，没办法的。嗯，明白。师傅，那末法时期婚姻多不顺利，现在社会离婚率高的惊人，那么有很多人结婚之后就不是很顺利，这个是何原因呢？何原因我曾经讲过的呀，对不对呀？一世一世，两个人从前几世开始有缘分善缘开始结婚了，那么他们在上上一世结婚之后善缘都爆掉了，对不对啊？因为善他们两个人哎呀开心啊，啊福嘛想掉了呀。然后吵架呢，夫妻吵架，比方说你第一世啊，我们看三世，看前三世，第一世的话本来八十是善良，二十是冤结，那么你八十都用完了，那么你二十吵架吵得厉害了，那变三十了，对不对啊？好了，你到第二世你们两个又碰到了，那么变成五十善五十恶了，那么把五十善又用掉了，那么五十恶呢经过吵架这个累积变成八十了，等到这一辈子刚刚一结婚，那么就是八十善就在谈恋爱的时候20%都用完了，接下来80%一结婚就吵架就离婚了，就这样。嗯，明白了吗？是的，这以前师父开示过啊，就这样的啊。那反正就是身边很多的朋友啊，或者是师兄，他们感觉结婚之后就像另一种生活了一样，就是变得很不自在，远远不如以前的生活。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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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恶气相加，人的那个 background 不一样，背景不一样，生活的这个素质和你接受的教育都不一样，所以两个人凑在一起怎么能够一样呢？那对不对啊？是，只有念几节咒，只有念几节咒。对呀、啊，打架那是正常的，真的，我不骗你的。师父告诉你，我现在看现在的婚姻啊，四个字，乱七八糟。嗯，明白了吗？的确是这样。嗯，只有我们多念几节咒，化解这个冤结。对呀、啊，懂得的人还会化解，不懂的人们天天打到最后离婚，离婚到最后嘛痛苦、孤独，最后嘛死亡，什么都不懂、啊。师父，离婚为何有大的孽障，或者说导致更不好的后果呢？就这样啊，你报复呀，有恨呢、啊。离婚之后你还要恨、哦、还要报复，那么你这个大业就结冤了呀，结了一个大冤，一般现世报了，如果离婚之后你弄他，接下来他马上会弄你的，完了。师父，那我们在念，就是说在不是说婚姻的话，就是说一直念解结咒，很多同修也是许愿了念多长时间之内念10000遍解结咒，那这个解结咒用不用配合，因为它是泛泛的念解结咒，就是化解今生今世的冤结，这个用不用配合心经了？解结咒啊最好配合心经，心经啊真的是法宝啊，心经啊，你想想看，佛法就是讲那个心啊，唯心啊，唯心造、嗯、对不对啊？就是啊，这个解结咒师父他是泛泛的，就是化解今生今世的冤结，没有说的点对点的，说化解点对点也可以，这个还用念心经是吧？对啊，点对点也可以，化解也可以，都可以，两种都可以，就是说这个你可以比方说治感冒，已经感冒了治感冒，也可以没感冒你可以防感冒，都可以啊。嗯，明白。师傅，就是还有个问题，
有的同学就说从小爱动物胜过爱人，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也很多同学都是从小格外的喜欢和悲悯所有的动物，对人都没这样，担心动物一年四季的冷暖饱足，不是说自己家动物，就是所有的动物都感觉像强迫症了一样，这个怎么回事？这还不懂啊，两种情况了，对不对啊？一种嘛，讲得好听一点，天上管动物的，他也有慈悲心，管瑞兽的，还有一种呢，一种是上辈子你本来就动物投胎，你当然关心自己的同族了。嗯，明白明白。嗯嗯嗯，就有的时候就是有点像强迫症了一样。对呀、啊，总是在想动物怎么样，动物怎么样啊、动物怎么样？你怎么人不想啊？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佛友就是的呀。过去不学佛的时候，对不对啊？你家里一个狗死了，哎呀，哭的嘞，跑到我这里来，还要说念几张小房子帮他超度。刚刚学，后来他爸爸死了，他跑过来一点反应都没有，笑笑。你说说看，这不是变态了，对不对啊？嗯，的确是。哎，好了。是不是还有？很多同修就是每天在班上把功课念完，晚上回家就一心念小房子了。请问师父，在外念功课这个很容易就是请不来菩萨，这个念经的质量还是说、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是这样，他也我觉得也挺好的，这样安排也很好。在外面当然念功课比较好了，因为小房子你要安心一点念比较好，功课呢你比较随缘嘛，对不对啊？念几遍可以停下来的嘛？嗯，对不对啊？嗯，因为有时候想到功课不是这个就是药引子嘛。嗯，对啊，功课最重要。嗯，那假如说他在外边或者说在单位或者走路的时候把功课念完，那这个假如说菩萨真要是没来，上新香也没来的话，那是不是功课就白做了呢？没有啊，储存在他的那个八十田中啊。八十田里面。八十田中储存进去出不来的，菩萨都知道啊。所以为什么念经好啊？念经是直接进入八十田中的，他没有分别意识的。哦。念经本来就好的。嗯。对不对啊？进入你的意识当中就是个好事，然后进入七十田中，他马上就过关，因为你是念经。根本用不着分辨的，直接进入你八十天中，所以你八十天中念经越多，你当然八十天中的善良越多了，好事情越多。为什么要念经嘛？就这个呀。你今天问了一个好问题，所以很多人会受益的。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最后一个问题，有同修改名声文，已经做了声文两次以上，不确定是否成功，并且已退休在家，平时叫的用的就是。着实是不多，那这种情况点小房子和做功课用心名能否，就是有的时候还是担心能否奏效。这个没关系的，你能否奏效一定奏效，只要你纯善，只要你能够种下善因，一定会善果，用不着担心有没有的。你只要嘴巴一动是念经，直接进入你八十天中，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念经好了，就这个道理。的确是。那即便这样的话，他以后就是说到老了，到最后也要坚持用这个新名字，对吧，师父？对啊，都可以的。新名字、老名字，只要你这个名字铭记在心，那就进入你的意识。实际上，人还是在意识当中生存呀，对不对啊？嗯、所以这个唯识论，佛法有个经文叫《唯识经》，他就是讲这些东西的，他就是讲这个人的意识啊，明白了吗？啊。意识的不死，所以人就不会死掉。意识是永存的，对对对，是这样。人死掉，意识还在呀、啊，对不对啊？是的。师父弟子今天就有这些问题，感觉师父比较辛苦，感觉能感觉出来比较辛苦。没事没事，好。师父一定注意身体。对。弟子。这个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然后我即使没看图腾，那我自己的业障也自己背，不让台长背。千言万语还是感恩师父在末法时期把这么好的一个法门带到我们人间，祝师父法体安康。那么最后弟子还是向菩萨忏悔，弟子做了一些也是还是造了一些新业，就是说做错很多事，有的时候不经意之间要改、向这个菩萨忏悔，改就好了，改就好啊，好吗？好，哎。
再见。好的，师傅，注意身体。好，再见。我们爱你。啊，再见，再见。哎，好孩子。再见，师傅。好孩子。嗯，你看看，非常正能量的男孩子。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